今天是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，所以带她出来两个人的那个浪漫的约会，就我们两个而已。但还是要带另外三个，是我老婆，我们叫她小静姐。今天是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，所以带她出来两个人的那个浪漫的约会，就我们两个而已。但还是要带另外三个，是我老婆，我们叫她小静姐。等一下吃一下意大利面，看一下我们的菜盘，沙拉。爸爸都在笑。面就这样把它打开切吧。对。有两种吃法，一种全部塞进去，一种是分开吃。我都会把它剥起来，然后边嚼边吃啊，就丢进去吃，这样就丢进去吃。等一下吃意大利面跟炖饭。意大利面跟炖饭可以减肥吗？你觉得可以吗？我觉得不行。我觉得可以。为什么？不要吃就好了，吃牛排。其实我觉得住木栅蛮舒服的，你上去感觉蛮像国外的，感觉没有那么挤啊。对。然后去那里都要开车。我们今天要去吃木栅一间蛮好吃的意大利餐厅了，我第一次吃，从网路上看到的。但因为我老婆小孩喜欢吃炖饭，所以我们都会找一些炖饭。又走过头了，木栅里拉意大利厨房，好不好？帅的照片，是要入镜的意思吗？我刚刚可以拍个照片。可以，帅的照片，所以如果没有那么帅，你就照片是吗？谢谢。你知道我的生日礼物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一台吉普车。老婆，我工作那么辛苦，我可以要台吉普车吗？我觉得你可以当面拒绝我，这样我就不会再问了。我不要太辛苦了吗？臭妹妹，你不是站在我这边的吗？都没轮到妈妈讲话，妹妹已经讲话。你还没回答？啊？当着大家面前讲。你会不会换一台吉普车？你有拍过啊？不用给他刀子，现在这个时间点不适合给他刀子。先整理他的，那个最有实力的，那大概3000卡有吧？全都几次？他选热量最高的啊！你看亚当的，看了一下正正的。这是谁点的？妈妈点的。妈妈，你这才叫热量高吧？你知道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有多夸张吗？手机里面。太屌了吧？这很正点的。对，下次来这边就是点这个。海陆，这叫什么？海陆总会。对。豪华总会啊，不是海陆总会，豪华总会。豪华总会。弟弟来。小心啊，你的手还在地上。帅不帅？帅，心动吗？有点心动。